海鲜哇。哇，你自己在家里吃干，没有给叔叔吃啊？嗯。你给他吃没有啊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给他吃一点呢？你问他没有？没有。你问他，你要问他老人的嘛？你问他叔叔，你要吃吗？你再吃，知道没有？我早就知道他不吃了。你问他没有吗？上次也给他，要吃。上次也给他说，说他为什么不吃呢？你问他吗？你问他什么事？这真是打耳朵。我没看见，我听见没在玩了。你大声点嘛！这就你吃干了不？哎呀！这就你吃干了不？要跟你说一声呀！这就你吃干了不？他问的是不是干了？没吃。不是啊。嗯。奶奶去哪里收垃圾了？去那大田里面。我去看一下，你去吗？走吧。哇，这根柴火大呀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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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，还有一只，小不点要帮我呀！快点拉呀！我拉不动啊，兄弟！拉得动没有？拉这根。拉这根太小了，都不够数，煮个蛋给你吃，快点拉个更大的。最坚强的、最厉害的宝贝，你肯定行。这该送了，啊，放一下子，宝儿。哎呀，我还剩和你们捉迷藏，你还以为是小偷的小孩呀？对啊，我以为是小偷的小孩。是我。是你啊。妈妈，小不点的袖子都掉了，你可以帮他弄一下吗？手伸进来，我还给狗穿过衣服。好了，快点！是要到家了吗？晒太累了，终于变凉快了。累不累？累呀、啊！太辛苦了哦，宝贝。我手的，我又变辣椒了。你到底
是啊，这个是好好火，不要吐了哈。我看，要吐出来，不要吐了。哎呀，快点吃醒体哦，好火的嘛喂，笨蛋。妈妈辛苦了，喝杯水。哎呀，好的，谢谢我宝贝。干杯啊！哎呀，干杯。干了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宝贝长大了，懂得心疼妈妈是吧？是啊。嗯，好孩子啊，是妈妈好孩子吗？是啊。是啊。嗯。妈妈以后就享福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还不知道呢，现在。我刚刚把水吹的呢。你爸爸一长东西，啪，在底下我就可能是湿了。回去你不要跟我妈妈说是锅碗事嘞。妈妈，哎，他妈妈给我了一条鱼。这么大一条鱼啊！我的天，死了吧！只有一点点皮了。我的妈呀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还不是这个鱼白白喜欢掉在地上吗？是你扔的还是它自己掉的啊？自己掉的。我看，哇，这怎么那么多泥巴了呀？妈妈，我好饿呀，我都没吃饭呢。我真的好想吃鱼呀、啊！这么晚还没吃饭、啊？嗯。刚才喊你半天没有回来，那我去给你弄，好不好？还不是我爸爸喊我吃的呗。饿的都啃红薯了，走，我去给你弄鱼。嗯。那我给你弄鱼，你去烧火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去吧。哇，奶奶，谢谢。我烧起没有药？没有。你烧起啊？烧起了。烧过这边来嘛，那个生不下，这个鱼这么长。这不在了，不在行，你打土，我摘到猪块块了嘛。这黑草呢，你不要那边去拉大土很喽。这个。烧的！哇，这里边上的好快哦，外边的都不上。妈妈，嗯，要手套吗？手套啊，还不要，还你放这里嘛，妈妈拿来挖地的。走了。
起锅吃饭喽。请进。你的鱼，你功劳拿回来的鱼。哇，王子欣，啊，快点，你还没吃午饭，快点。我帮你尝一下，有味道没有哈？嗯，帮我尝一下有毒没有？你妈妈会放毒给你吃啊？我害怕这个鱼屎，这个鱼屎了有毒。没有毒，我尝过了。有吗？啊？有没有？好胖啊！哎，来，拿吧。人家好胖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要吃眼睛啊？嗯。那你吃吗？眼睛还不是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吃了就眼睛会更亮。